准备要结婚了。然后我就一直很想要知道，我很想问意见的吗？你要问结婚？对啊，不行哦。我一定叫你不要结。不能，他要结。不能不能不能，对，我要结。而且我就只是喜欢他，我只是喜欢他的皮囊。那你这样竞争者会很多。不是，我想问的是，你有恐惧吗？我没有恐惧，但是很多人会讲说，哦，有婚姻好了就没有工作。不会，我觉得没有哎。反而是你可以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因为你的工作不可能被影响的啦。因为除非你自己想要被影响。很多演艺圈的朋友跟我讲说，哦，没有，就是你只能选一条。没有。然后我想说，生小孩才是。可是 Ella 也好。生小孩才是生小孩是，我觉得你的羁绊就会变得非常的明确。可是我觉得结婚其实不会。那你现在对爱情还有憧憬？你刚刚说你还想要谈恋爱？怎么可能？没有吗？为什么不想谈恋爱？你不觉得爱情很迷人吗？你不觉得现在的爱情更没有办法持久吗？会吗？我觉得是哎，不持久就不持久啊，没有关系，就再来下面一位。Next， 这样一直会不会很累啊？我觉得我自己现在自己当然独处跟自己的相处都非常非常的好，然后我觉得40岁对我而言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，就是它是我觉得我现在自己身心都非常的，我觉得很平衡也很自在，就是应该说我觉得我现在很好，对，我觉得我很值得一个也很好的人你来欣赏我的好。